今天地球村要迎来两位特殊的客人，他们从陕西千里迢迢奔赴地球村，我们在这里列队欢迎他们。王总，辛苦了。没事。啊，老婆来了吧？没有，女儿来了。女儿来了。王总，我在脚没啊。这个，放脚的是吧？这个，脚到这里。先慢慢推出来。先转过来。先推。没有电瓶，我推不了。先推出来。哎呦，给大家都添麻烦了。没事，辛苦了，这么远了。那我给你。这有电吗？有电吧？还没电球啊！曹总。呀，李总你好，欢迎欢迎。好，来，琪姐，这个啥了？看一下喜不喜欢？舅给你买啥？喜不喜欢？拿着，这是一个飞机。就送给你了，谢谢舅舅。哎呦，你就抱一下，拉好，来我抱，我就抱一下。这么大的枪，这么大的飞机，好，拿着，抱着，好，结果，感谢曾经资助过慧慧牛娃家两台轮椅的那些爱心同事，看着这个轮椅啊，是倍感亲切。走，请进，往家里走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都劳累了。你们舟车劳累，干了一天。我们没事。
再次感谢我们王总，真的千里迢迢，给我把他们俩送来，就一句话，我说王总把慧慧女娃接过来，二话没说，对，啊，是一路是辛苦王总，来，请进，进屋，来，啊，哇，漂亮。来的有村如果要上厕所，我们那几个人会把你搀进去，啊，然后我在安那个上面安排一个坐的，那你好坐，因为这里没有马桶，啊，对对对，来，请进来，兄弟们把它抬进去，放肉可以放，肉放。我都不用抬了，叫我抬下吧。我。OK。哎，好，来，咱俩把这抬着，小点点。来，牛娃坐。这里，对，都这里。没有，牛娃坐椅子上，坐椅子上。坐椅子上，可以坐。牛娃坐椅子。牛娃坐这。放这里吧。这里可以吗？这里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终于算是坐下了啊！来到地球村，终于算是坐下。来，大兄弟们，大家坐。来，王总，来，王总坐，慧慧旁边。来，喝杯茶。啊，招呼不周啊，今天。今天就等您都麻烦了，等了我们昨天都等了今天。瓜子，好，不用客气啊。这是来自内蒙的永盛家里的瓜子。我知道的，这里还有吃的。哦，不用拿了。下来见。老弟，欢迎，好好。来，小朋友吃过多。来，我就仅代表地球村敬一下你们，远道而来。谢谢哥。诚惶诚恐啊，就怕招待不周啊。谢谢。今天在地球村，然后晚上还是明天就上我家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哥啊，谢哥，麻烦了。我们最担心的，现在慧慧牛娃来了这里，一个就怕我们人手不够，抬不动。因为周围包括有围农场，你都可以开这个轮椅过去看看。啊，还有就是你们上厕所可能很多不便的，对。所以我们也思来想去，这两天究竟该怎么安排？因为这里没有马桶。也没有说你们那个就是残疾人专用的通道啊，所以我们就安排，我说一定要就是给你弄一个可以坐在对面地上的，然后像牛娃他一只腿还是可以跳一下的啊，这个就方便一点。那慧慧，因为我们男的又不方便把你抬到厕所去，那女的呢她力气又不够大，那我绞尽脑子想怎么办呢，这个问题比较大，是吧？因为在他们家就方便，他们家是无障碍的啊，从厨房到客厅，再到院子，再到门口，你们都是无障碍的。对，啊，已经习惯了，生活了几十年。但是来到地球村不一样，我们没有这种条件，啊，所以我们绞尽脑子在想这几天该怎么办，怎么解决你们一个吃喝拉撒的问题，啊，还有就是游览这里的问题，啊，所以说今天也跟他们临时召开了个会。哥，谢谢，麻烦了，哥用心，给我们想看，太用心，又是吃喝拉撒，厕所想事儿。住的，真的是个，因为我了解你们啊。对，哥最了解我们。好，不用拿这么多吃的，不用拿了，这么多，不用这么多吃的还拿，不用拿了。那李总就麻烦李总泡泡茶啊。已经在泡了，没事，有什么那个需要尽管跟我们说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啊。